位粉丝。Hello， 现在呢，现场呢又交到我这边来了。等一下呢，我们的男神就会从这里出来。有点暗，是不是？好暗哦。Hello， 等一下呢，小编会从这里直接让我们的粉丝看到我们的李国毅男神会从这里出来，是这里吗？对。所以我抢这个位置是对的吗？对。对的。Hello， 所以呢，等一下呢，我们男神会从这边来，所以我已经抢了一个，都会连线中断。巨变，我都会现场连线中断呢。Hello， 嗨，可能人太多，我已经抢了好的位置了。那可以请主持人，请那边的粉丝团的人可以看我们的粉丝开始直播。悠悠 ，Hello， 等一下我们男神就会从这个门口出来。等一下呢，这里是管制区，没有人可以进来的，只有我可以偷偷的跑进来给大家看我们的男神要从这里出来，因为这里呢是管制的。所以已经都围起来了，只有这里是回馈给我们的粉丝。你看我有没有对我们粉丝超好？我特别抢了一个好的位置。等一下会从这里出来吗？那我再靠近一点点。我觉得我等一下会不会工作不保？对，可以等一下男神可以跟我们 say hello 吗？男神可以吗？可以吗？居边男神可以跟男神刚我们今天在台北。时代百货一楼国际专柜，等一下，我偷偷跑了，因为现在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哦。没有，这在台，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场是不是超级多人？但是因为呢，西边没关系，西边在管制区，有没有？还没有，等一下，还没出来啊。Hello， B N Y， Hello， 居边性平。大家在等，在等男神出来，但是我呢抢了一个好位置。希望大家今天不要忘记西边，只看男神，好吗？哎，你谢谢，好紧张，对，大家都在等，我给大家偷看一下那边，全部大家都在等。大家都在等，我今天站了一个好位置，所以我站了一个好位置。哇，要出来了是不是？还有等一下下，再等一下下，也在等李国毅。等一下，我这边有现场直播。男神，等一下，两点半就会出来，两点半就会出来。对，所以我先卡了一个好位置，赶快帮我分享，帮我分享。等一下想要看李国毅这边第一手，等一下已经有粉丝，超多粉丝。我因为我这里是管制区，是工作人员才能进来的。西边我们也想看你，谢谢。我等一下可以直接看到男神扑上去吗？啊？没有，我已经结婚了，是不是？对，因为呢，这边是工作人才能进来的，所以我就一定要站这个位置。对，你看居边今天是我们的场控，整个场控都是他，可以偷看一下吗？他很紧张，他是我们的场控人员，所以一定要给居边一个鼓励。谢谢信平，太开心了。谢谢大家还想要看一下我们，今天很怕大家都只想看男神。对，然后等一下我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到我们的柜上。君，你今天不能看直播吗？真的假的？不能看吗？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场有多少人已经在等了。这是入口哦，还没有到我们柜上，到我们柜上就已经满满的人，已经是就是走不动了。微微看我比较实在，是不是？因为我会抽赠品，对不对？
因为我都会为我们的粉丝凹最好的好康。我刚刚还偷偷跟李国义说，不行，你一定要跟我们没有来到现场的粉丝多一点的互动，多一点互动，这是我们粉丝在线上有的，好吗？这里是台北时代百货，台北时代百货，然后一楼国际保养品专柜，那我们 Dr. Sink 也有在里面是有专柜的。西边跟居边比较好，素雅，谢谢。等一下，我现在走过去我都觉得压力有点大，因为超级多人，因为这里很多那个男神的粉丝应该比较想要看到男神，对，只有我们的粉丝会比较想要看到我们，是不是？耳环吗？耳环吗？你说我的耳环，我的耳环是那个施华洛世奇水钻十字架，很可爱，对不对？然后呢，等一下，好多人哦。上次男神有来高雄，对啊，男神上次有来高雄，我在，我给大家偷看一下哦。现在很多媒体记者都已经来了，现场超多人在等，现场已经有超多人在等了，但是我一定要在最前面，我要到最前面给粉丝第一时间就看到我们的男神。我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我又在前面了一点，这样可以吗？我会不会等一下那个被？没关系，为我们的粉丝，是不是？为我们的粉丝，因为旁边是那个 W 酒店，这边旁边这里就是 W 酒店，对，所以呢，等一下这个路口，对。可以吗？好，真的、哦，我一直重新连线。居边说，等一下呢会请李国义跟我们的粉丝 say hello。耳环也超美，谢谢。对，冠爆北时代，对，在两分钟他就出来了。而且居边刚刚帮我争取，我好兴奋哦。我等一下会不会脸红啊？如果等一下粉丝看到我脸红，不要理我好不好？我也好紧张哦。对，在两分钟就出来，而且可以哈，可以跟我们这样。居边真的不枉费低粉那么爱你，你真的有帮他们争取福利呢。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哦。我等一下会不会被粉丝踢掉啊？就是暴动，因为刚刚一直在暴动，我怕那个，哎呦，掉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可以帮我转一下，我太紧张了。风太大了，好像要往逆转。对，Jenny， 你看不到我们，真的假的？等一下，再一分钟，再一分钟要出来，要出来，好紧张，而且会先跟我们的粉丝 say hello。喂，真的吗？谢谢。怕我等一下看到男神，我讲不出话来，我会那个口急，你要救我哎。等一下，我就那个，请跟我们大家说谢谢 hello 这样。我自己觉得自己很像巨星，因为全部很多人拿着那个相机，我觉得我自己很像巨星，因为大家很多人拿相机在等我，是在等我吗？还是不是在等我？自以为是不是？自以为，对啊，可以陈宏勋的还重开机，准备要出来喽。其实我不太敢跟男神讲话，我跟他 say hello 就好了。男神，这是谁？一边出来了，好紧张哦，我好紧张哦。谁出来了？谁 hello？ 哇，是男神哎！我可以靠近你一点点吗 ？Hello， 所有喜欢大家 sing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国义。哇，贴纸贴好，贴纸，今天超帅的。哇！一直掉。好了，前面好了，我们活动现场见喽。好，等一下见。弟弟，拜拜。拜拜。你看我脸红了，我脸红了是不是？我们跟着现场走，跟着现场走，不好，给我一个小小的道路，是不是超帅？尖叫声。我觉得我进不去了，怎么办？真的是太帅了！我跟你说，每一个粉丝，任何一个人都会脸红，因为真的太帅了，真的是太帅。
可以接我过一下吗？不好意思，我从那边吗？我来直播，你去接受采访，因为今天他等太久。那你请对对对对对，我要进去。不好意思，我们过一下，对不起。不好意思，你看我又有小小的福利，我可以偷偷的过去。是不是来了？如果呢，也想要知道呢，国语到底怎么使用才好，现场失控了。拉长一点呢，国语呢会怎么样来进行介绍？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可以呢，赶快呢多按几下快门，之后呢耳朵就可以竖好一点，直接就来聆听到我们。是不是超帅？而且他刚刚竟然记得我的名字。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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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脸红了我喜欢大家四个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国义，很开心今天来到统一时代百货，这是我第一次来。你是第一次来？谢谢大家又带我来了。你早说嘛，我们很乐意带你来。在收集了一间百货公司，然后我是今天的一日店长，我是李国义，大家好。耶、yeah! ！好，有这种热恋的感觉，初恋的感觉，是不是？面对面的碰面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都在做些什么？对，我记得上一次在大家 Think 跟大家见面是已经是去年。我老婆超美。十月吗？去年的八月的时候。是好一阵子了。那郑林是跟大家说我要闭关，准备要拜戏了。那我们就把现场交给我们的男神。我的名义节十一号就会杀青了。那这一段期间都很专心，而且很努力的在拍摄这部新作品，希望到时候。播出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哇，你们会准时收看吗？会。哇，好棒哦！他们比我还清楚你的近况。对对对。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国义哦，这是你第二次担任到我们品牌的一日店长，你为什么会来选择说第二次来担任我们的一日店长？首先，当然。最一开始很感谢 Dr. Think 的邀请，因为我知道他是我们 MIT 台湾专业医美的领导品牌，是。那我本来就因为工作的需要，那对保养就蛮有兴趣的了。是。那可以认识这样子的产品，我觉得到现在我好像已经变成每天保养必备程序的保养品。就是呢，第一次担任的时候，用了我们产品之后，觉得整个呢很有效果，而且你是真的有在用，对不对？我真的有在用。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很多的朋友都有购买到一日店长的限定组合。今天你有购买一日店长限定组合，举手借我看一下。是购买一日这么多人。所以由你教他们怎么弄。对，大家很多的朋友买了之后说啊，我不知道怎么用，这里面瓶瓶罐罐这么多，国影都怎么用？对，其实，在前一阵子刚好是换季，对，那我的国影男神真的肤质大家应该很清楚，就是很敏感的一个肤质，那在换季的时候，那个反应就特别的明显。是，那这一次。自从上一次用了 Dr. Think 的产品，我觉得非常适合我。它的保养成分很单纯，不会给肌肤增加额外的负担，同时又可以让你的肌肤充满水分。对于我觉得每天必须要长时间工作啊，常常可能一不注意就会有疲态出现的人，非常非常的适合。好，那现在其实碰到了季节换季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你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次呢，我们国语所推荐的这一罐。对，我觉得今天肯定要跟大家介绍蓝色系列的，但其实之前上一次跟大家讲绿色焕肤系列的，其实也非常适合居家。大家一起进来看直播，看李国义，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祝国义生日快乐。包括这个，听说是最新的产品。是，这个是呢坐飞机来的，这是我们法国原装进口，直接呢这是我们跟法国的原厂来进行合作的，谢谢婷婷，好吃的。我有看到新闻。新闻很大，对，就觉得哇，这个产品很像台湾之光一样，走出台湾了，这样。是，那我们这罐呢，真的有在用的话呢，现场很多的朋友还没有用，你可以让我们现场也体验一下吗？没有问题，让他感觉一下。这一罐很适合大家在洗完脸之后直接擦，它是一个很棒的前导精华。是，当你的按压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一罐的瓶子的独家专利会把呢我们的精华直接呢挤出来，然后呢把双层的珍珠膜模式留在我们罐子里面，最
对，新鲜的保湿精华。你看摇滚区的朋友，感觉一下，感觉一下。你千万不要有的人碰到手，有的人没碰到哦，没碰到会生气。好，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就来体验一下，好不好？那已经呢有用到的朋友，就也可以把它涂一涂了，不要只是把它留在上面。我看很多的朋友。把它推开来，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前导精华，可以让你后续啊，例如化妆水啊、精华液啊、乳液的吸收效果更好，超好的，没错。所以有用过的朋友呢，相信你就会爱上它哦。这个就是你平常会用的第一罐，对不对？我的第一步骤，第二步骤就是，是它，没错，小蓝瓶。哦，就是这一罐小蓝啊。那是一个保湿的精华液，那我过去常常就是会忽略。对的，我就擦完化妆水啊，就是男生有时候不太懂什么精华液，但它其实我听说是玻尿酸，然后大小分子都有，然后对于你的肌肤吸收是非常非常快速，而且非常有用。大家记得因为我们有朋友进来以后，它的分子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可以呢深入到你的肌肤底层去，就可以呢把你做好最佳的锁水保湿，有高达98%的一个保湿。嗯，我都用大罐的。大罐的用比较久，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说每次都会忽略的，不好意思，因为我也是用大罐的，小罐我有点没关系。这罐就是我们的乳液，对不对？对对对，乳液。对，以前都会忽略，但是乳液很重要，它最后锁水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那大家记得帮我们公开分享直播，邀请朋友一起进来看李国毅哦。你到睡醒之后就感觉哇，肌肤还是充满着水分。听到没有？你们有买的这些朋友回去之后一定要打开来使用，不要只是买了吃就放着。对，真的。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乳液。那再来还有一瓶呢，也是很好用的。好，另外一瓶呢，大罐这一瓶，这一瓶呢就是我们的。谢谢巴尼，记得邀请朋友一起进来看直播。是你比如说在冷气房里面，对，就皮肤比较干的时候。我现在剧组的化妆师，我就拿了一罐给他。是。让他觉得我皮肤稍微还有你要问一下小门，因为小门刚刚帮他敲位置，好像在后面的。我们今天是冷气房，哎，很需要喷一下。有没有人可以来体验一下？赶快。这样子喷怎么可以啊？没关系，碰到头发了吧？碰到哪里都可以，这都很舒服的。这个是我们的分子呢，也是非常的细致哦。让你谢谢巴尼，使用上头，巴尼你嘴巴真甜，完全没有任何负担的一个产品，你可以把它当做化妆水，你可以当做最后的定妆喷雾，或是觉得皮肤比较干的时候可以来做使用。那再来我问一下我们的国语，那你平常如果没有工作的时候呢，你会用一些比如说防晒的产品才出门吗？还是会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私底下的私人见面的行程，那我觉得还是必须得男生不要说化妆啦，就是一些很自然简单的遮瑕，这个好像也是在我们今天一日店长的限定套装组里面，它是一瓶 CC 霜，然后还有防晒系数35，它给自然的遮瑕，然后我自己是还没有用到过，因为我每天拍戏，我也没有。雨禾小编没有讨厌你，谢谢。这一次也是套装组里面的，谢谢大家。一直使用，记得帮我邀请朋友进来看李国毅哦。建议大家可以试用看看。好，这整套的组合的基础的保养，你就可以呢直接带回去。有购买的好朋友呢，邀请你一定要记得用。啊，还没有买的朋友，你看看。我们的国语社本人都有试用，而且每个产品你听他讲的相当的仔细，就知道他真的每一罐产品他都有拿出来做使用，来自于我们台湾谢谢你们等级保养品牌，邀请各位好不好，可以跟我们的国语一样一起爱上他。好，我觉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李国毅对镜头前的你们说的话呀？跟您说一下，今天现场呢，这个一日限定的组合，只要呢有购买一日限定的组合或是其他的优惠组合的好朋友，你今天会抽出五个人跟他一起近距离的互动，可以吗？当然，当然没有问题。没问题是不是？来，现场朋友，你有购买到我们组合的朋友在哪里？谢谢雨禾。好，这个好朋友准备好你手上的双边礼，好不好？我们的摸彩箱已经在旁边，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拿一下我们的摸彩箱，好不好？里头有满满的摸彩券呢，大概有8576张啊。所以我抽出五个，是，一个一个抽。李国毅现在，我们先抽出第一个。好，开始抽喽。第一个幸运的朋友会是谁？觉得会是你的朋友，请举手，赶快来。越有坚强信念的好朋友，越有机会。这一个人是谁？58号，来，58号手上的摸彩券的成功件是58号的，耶、yeah! 哎！
在我们的后方，他可能要稍微爬山涉水一下，因为现场人太多了。有人也在现场的吗？那我们先帮我们有在现场同时在看直播的朋友跟我们打个招呼吧。二号在哪里？哇！正要回去也是有好处，有没有？哦，摇滚区风水很好，你看马上就被抽到了。来，接下来第三位，帮我们旁边稍候一下，我们来依序上台，好不好？来，接下来六十号在哪里？赶快举手，耶！是运气的朋友。哦，你要抽到，你可以没有尖叫声吗？让我感受一下大家生命迹象，大家都好冷静，被抽到了。来，接下来这是几号呢？十四号，把你每个都喜欢吗？我小编每个产品都喜欢你。我以为我觉得你的手还蛮厉害，这边都在这两边，中间的。大家记得帮我们公开分享直播，邀请朋友进来看国艺男神哦。62号，62号在哪里？Hello，佳慧，真是老朋友，太开心了。好，佳姐，对不起，我打个岔，今天大家怎么了？就冷静。这没有，是因为呢一直忙着拍照。今天偏冷静了。对了，都没有任何尖叫声。明明看到你一定要尖叫声的。没事，好，关心一下，你们大家怎么了？不想要让国艺觉得你们怎么了？热情记得拿出来一点，好不好？虽然没有抽到你，但是我们要秉持着运动家的精神，帮了第一位上台来合照的，给他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第一位，来58号的姐姐，耶！所以我们怎么？要帮我们拍？来，我们帮你拍照，然后有没有人也在现场的？请您亲手的送给他，好的，然后来一个深情的抱抱，来，我们先送礼物，好不好？这是您的相机，那你手机对不对？来，记得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你上头有签名对不对？我们看一下有签名的好不好？再打开来，来这个盒子等等再给他。Hello， 陈汉，颁发上头有签名的，耶、yeah! ！啊，这个盒子等等交给他。哇、wow! ，Hello， 看一下前方镜头，露出你甜美可爱。的笑容啊，哇，超好的！国艺男神送上我们的保温瓶，哦耶！那你要来抱一下吗？好，抱一下就是啊，抱一下，手上不能有任何东西。哎，抱一下最重要的，姐姐。哦，我们帮他抱一下。大家有看到吗？你没有帮他拍到啊，不好意思，他刚没有拍到，再抱一次。好好、哦。他真的没有拍到，再抱一下，他真的没拍到了。你这样子的话，可能要抱很多次哦，不够一直忘记拍到。恭喜你了，谢谢。好，把盒子帮我们直接跟工作人员取好不好？接下来日号在哪里啊？第二位被抽到幸运好朋友，欢迎你。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帮你拍，你想要正拍、侧拍、上拍、下拍都可以，好不好？哦耶，来送一下，一边抱一边送吧。哦，赶快换一下，不要抖。不要上来的手千万不要抖。我们现场大家羡慕吗？来，国艺要跟你自拍了。哦，来，赶快抱好，抱满，赶快进行合影，把呢我们的签名配下呢我们的镜头，好，给我灿烂美丽的笑容。耶、yeah! ！Hello， 他还送上了礼物，谢谢，他特别的制作的礼物。好，接下来要幸运好粉支持你啊。每一场只要有你的盛会，肯定不缺席啊！好，签名帮我转一下，我们来看到你的签名，来看一下。好，再帮我们看一下正前方的镜头，哇，还制作了卡片。好，手千万不要抖。大家记得邀请朋友进来看直播。手会抖的，可以用另外一只。可以近距离看到我们的国艺男神。好，一样做了我们的卡片，谢谢。然后你还准备了什么？哇！还用亲手折了一个呢非常可爱的幸运物呢送给我们的国艺哈，国艺呢会好好的帮你的礼物收好，谢谢你喽。好，接下来我们邀请下一位，嗨，姐姐，哦，姐姐准备了礼物，好，你的手机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同仁，好不好？这个礼物需要稍微说明一下。好的，我们要看一下正前方的镜头。一样给我们灿烂美丽的笑容，超多人就为了看我们的国艺男神，看现场超多人的，准备的这个礼物还挺过分的啊！
一个是不是？啊，另外一个是吗？另外一个，来，我们一样来拍照一下，有人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的镜头，耶、yeah ！没有，不要太难过，没关系，我们后头还有机会让你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头啊！好，恭喜你呢，谢谢，啊，谢谢谢谢，好。哎、欸，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亲爱的，你还没抱到多的，来抱一个，抱一个。啊，你有礼物送他是不是？可以拿出来了。你也不要抖，而且你不要背对我们镜头嘛，干嘛干嘛？怎么了？怎么了？他这个礼物呢，也是你亲手做的，是不是？哦，哇，哇，哇，这是传说中的星球闪亮亮蛋糕吗？哇！这是可以吃的吗，亲爱的？都可以吃吗？可以吃，可以吃，可以吃。上面那一颗也可以吃吗？对，可以吃。都可以吃啊，还有个遥控器啊。Hello， 大家记得邀请朋友进来看直播。我们这一位有没有相当热情的粉丝？他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礼物给我们的国义。你要再拍一张吗？真的吗？哎，这么可爱的画面，大家是不是应该截图一下？应该帮你再特别的拍一张，好不好？好，来，我们再看一下镜头。这么近距离的李国义。耶、yeah, ，谢谢你喽！好好，来，我们这边呢，专属摄影师再拍一张。好，谢谢。整个都可以吃啊，那颗球就不能吃吧？蛋糕可以吃，那颗球可以留着，下次放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吃。好的，谢谢、哦。Hello. 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除了这五位幸运的朋友，我们再抽出30位，好，可以呢直接带回去呢我们的盥洗包。好，大家有记得邀请朋友进来吗？30位，那时间的关系，国义你可以直接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超级多人。好，那帮我数一下啊，来，我超级多人来看李国义。哦耶，你快来好不好？哦耶，你这个精神我喜欢你。哎，56号。哦，叶子快过来哈！来，5号，谢谢彩杰。5号，我先确定一下，5号有吗 ？Hello， 举手哦。有号，好嘞，有。好，来，接下来61号，来，赶快记得尖叫一下，我才知道你在哦，好来，10号，哦，有姐姐，哦，10号，好，接下来11号，11号一次。11号两次，哇！啊、哦，也是你啊，那你拍两张了，好不好？来，12号，谢谢小青、哦，大家记得帮我分享哦。好，来，42号，哎，恭喜！哦，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在哪里吗？满满的人潮。哦，有，来，接下来24，嗨，彭婷。哦，36，36，36一次，哦。快整个呆掉，5星，我5星嘞，谢谢。来6号，哦，哎、欸，恭喜。9号，哎，确定一下，我永昭会上，今天应该几张？我们这总共30份而已。好，13张，现在13，你先当顾客牌的地方。哎、欸，13号在哪里 ？Hello， 婉珍。13号一次，13号两次。哦，后面，好，在后面，好，在后面。来，34。哦，恭喜！好，赶快过来了，好吧，赶快过来了，来，48号，哦，恭喜！好，接下来63，63一次，有吗？有吗？来，63有吗？63有吗？63一次，63两次，63号。好，没有看到63号，来，43号一次，啊、哦，有，好，那你可以拍两张，来，这个也有的，15号，谢谢大家帮我分享，44号，好，恭喜，差不多了吗？现在18是不是？现在18，来49，49，啊、哦，有，恭喜，再掏10张是不是？来27号。来，恭喜，47号，好，恭喜，来3号，来，恭喜，52，哈喽，恭喜，
Hello， 大家。好，恭喜，来，请往后面哦，来，三十三。他想要确认九。三十三，三三一次。三。哦，好好好，在后面，在后面。好，来，接下来九号。好，恭喜。来，七号。好，差不多了。最后一张，最后一张。Hello， 恭喜，耶、yeah ！谢谢，谢谢大家帮我分享。上来拍照喽，好，直接上来拍照，然后跟我们工作人员直接领取签名的快递包，工作人员会把礼物送给你。好，一号在哪里？第一个被抽到的，请上台。Hello， 嗨，大家。来一个，大家午安。来，直接喽，我们赶快来拍张照，看一下镜头，然后快递包跟我们现场的。工作同仁来领取。好，谢谢，接下来一位。嗨，谢谢。好，接下来，等一下会唱，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一起唱。有人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好。我们现在在台北统一时代百货。有没有人在附近的？现在赶快来，还可以看到我们国艺男神哦。单细胞直接交给你。好，看一下你的镜头。来，一二三，好，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下一位。恭喜恭喜啊！你快抽到名了。好，生日快乐！好，谁在李国艺旁边？雨禾，你在国艺旁边吗？好，谢谢。好，谢谢。拿抽到两个，那就再拍一张，然后两个，哇，谢谢你，太幸运了，耶、yeah ，恭喜恭喜，好，接下来下一位，啊，欢迎欢迎，现场超级多人呢，好 ，OK， 记得哦，哈，灿烂笑容不要忘记了，美丽的 ，Hello 大家，难得的机会，跟着我们的朋友一起合影。啊，原来如此，雨禾，我看到你的答案了。对，我在李国义旁边。好，请把你的手机准备好，现场的专业的摄影手机拍照。好，下一位，谢谢。好，啊，欢迎。恭喜啊！哇，好幸运，你看看，当天现场有非常多的幸运的好朋友在我们上头，共同参加，会帮我整理一下。好的，帮我拍好拍照，对对对，把它带走。恭喜你，你来到我台上头，新竹来的朋友，准备给我专程啊，直接呢腿上，好，谢谢，来来来，先华先华先放下，好，定定定，来，看一下我们先拍照头，可爱的笑容不要忘记了，耶，好，高级啦，好，接下来，下一位。谢谢，欢迎大家留到最后，稍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自拍哦，好不好？好，来配上个镜头，一样呢，给我们灿烂的笑容哦。这边哦，一二，难得的机会呢，抽到了我们幸运的好朋友呢，记得在舞台上舞的时候呢，笑容一定要来一下，把呢你可爱美丽的画面呢，通通收入在自己的手机镜头里面。好啦，也送上了相片哦。好，我来看一下，来镜前方的镜头。耶、yeah ！现在现场是跟李国义近距离互动的粉丝，幸运的粉丝。肯定是相当的珍贵。OK 吗？好，接下来我们邀请下一位来到台上。Hello。好了，大家有看够吗？还是等一下我们再更近距离的？还是我们等一下，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因为刚刚忽然收到要接受采访，我也吓了一跳。大家有看够我们的那个男神吗？就是有，已有是，等一下哦。刚刚是我们的那个代理的直播，下帮我一下。哇，等一下哦。好，接下来是这个哦。没有看过。
没有看够是不是？我等一下挤到最前面好不好？但是我怕我被粉丝打，我挤到最前面，我怕我等一下粉丝会生气我。我进账，我去，排除万难，等我一下，大家跟着我走吗？不好意思，借我过一下。排除万难走到最前面好不好？每个人现场就是有 sync， 没有买 sync 的话就可以跟男神拍照。我要排除万难走进去了。我怕你们会头晕。我要排除万难走进去，如果被粉丝打的话，请大家救我。不好意思，可以借我过一下吗？谢谢。不好意思，借我过一下哦，谢谢。我又要排除万难，偷偷走进去。你看，我又默默的来到旁边了。我是不是有没有很爱我们的粉丝？我抱着就是被那个。可能会被围殴之类的一个风险，借我过一下，不好意思，谢谢哦。我要这个路口可以吗？谢谢。你要帮我打回去，这么好，谢谢。你要保护我。好。我要更近距离，这个位置借我一下。好，好，谢谢了，谢谢。好，接下来下一位小美女。帮您呢拍下您呢有没有够劲灿烂美丽的模样？哎，借我过一下。好，看一下之前的镜头。哇，这样够劲吗？谢谢你。接下来我们下一位，这个也是有机关的卡片，是不是？还有送红包，里头是包现金吗？是帮很多人转交，是不是啊？那八张卡片呢？可以跟我们粉丝 say hello 一下吗？请你观众。哎，我们可以等一下呢，上来的。哎，手机记得拿，手机记得拿。好，下一位，下一位的。那我们给呢拍照的时候，不要忘记拍另外的直播的镜头。我们欢迎你也可以看一下旁边的直播镜头。可以。哎，旁边的直播镜头呢，邀请你可以看一下。我等一下近看哦。我们一起合影好不好？流氓啊！一起先合影，来，姐姐，我们一起先合影，看一下你自己的镜头。那旁边呢，我们有直播的镜头，可以跟我们直播镜头 say hello 哦。旁边的 OPPO 的粉红色的手机，好，要帮李国毅考试加油，对。直播镜头呢，挥挥手，好，谢谢，恭喜，谢谢，这个也是送了红包来的。拍戏辛苦了。那我们要礼物的话，我们就可以呢直接等一下到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呢，因为时间的关系，谢谢你。谢谢谢谢，好，接下来下一位，谢谢，好，谢谢谢谢，人真的很好，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了我们的下一位，好，同学，看一下正前方的镜头，也可以跟我们直播镜头 say hello 啊。好，今天呢相当的幸运呢，这么多的好朋友呢，可以在舞台上头呢，跟着我们国艺呢一起呢近距离的合影，是你的吗？雨禾说，那同时我的吗？都会在我们的官方粉丝团上头呢。做好身体照都会上传，再拍一张是不是？好，我们再拍一张。好，刚才呢是用我们生日快乐，对，拍一下正前方的镜头，耶、yeah ！好的，谢谢。感谢，非常感谢你哇！这样还有抱抱哦！支持呢，可以让我们的也太好了吧？有呢，力量哦，我们呢，我们的元气哦。大步的往前迈进哦。好，我可以。没关系，没有到现场，那个西边帮你走到最前面。好，再一张。好，有拍照吗？有的。好的。真的超帅的。记得给我们灿烂笑容吧。耶，好的，谢谢。好，接下来是你，是不是小帅哥？不会，我一定会等一下拥抱的时候来点。我们的粉丝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看一下正前方的镜头，好，我们要呢，手机是我们的直播镜头，欢迎你们呢也可以跟我们的挥挥手。
好，恭喜你了哦，谢谢。好，再一张哦，再一张我们拍照的，拍照的。Oh yeah！ 好。啊，也是个小帅哥来着，恭喜你，谢谢。有。接下来，谢谢喽。好，接下来我们下一位，好样式呢。哇，今天来现场的都有抱抱，我也要，我先去买一下，等一下来那个。好，看一下我们姐姐。我也要抱抱。我先走了啊，直播谁顾？也是说，应该是你的心意呢，我们的国语都有充分的感受到了。云浪行业呢，国语回去之后呢，都会呢细细的来观看，感受到大家呢相当真的。再次感谢这么多呢支持我们国语的好朋友呢，莅临到我们现场了。好的，谢谢你。下次还要排我直播吗？谢谢。下次还要排我直播吗？我这样直播没办法抱抱哎。啊，那一张下次叫巨编来直播。还没开玩笑的，我一定要为了我们的粉丝，一定要为我们的粉丝争取到最大权益。两个人才入得了镜吧？啊，那就哇，小心哦，我们台词小心哦，可以吗？小心，好。耶、yeah, ！跟我们 say hello 一下嘛，谢谢。好，一样的，帮我们再拿一份我们的盥洗包，相当恭喜你哦。哦，菊姐，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有空再聊啊，有空再聊。跟我们 say hello 一下就好了。哎、欸，可以帮我们再跟我们的镜头 say 一下 hello 好不好？是。现场的观众，好朋友，现在有91个人在线上。哦。哇。Hello， 我是李国义，我现在在台北总医。是，那是性格的一日店长。没错，好的，真的哇，等超久的。好，我们现在要来，大家有看到吗？拍照啊，这个面向我们要准备好了啊、哦。好，看我这边。幸运的好朋友，面向我们镜头。好，好的，谢谢。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大家有看到吗？有看到跟我们粉丝讲话吗？哎，我帮你拿，帮你拿。我们请了这个想你。好，我们看一下正前方的镜头哦。好，我们永远对你的，永远支持你的。海哥，看我这边了，别忘了看。看镜头超帅的。哇，你的手机壳都是国语的，真的相当的。好啦，下次我会那个。把那个更争取更多的我们粉丝的福利好不好？亲镜头好不好？抱镜头亲镜头，这样好不好？对的。也非常感谢呢，前面的朋友呢，您的耐心等候哦。稍后我们将会有呢第二段更精彩的挑战。那我们下次就是那个来邀请大家亲镜头抱镜头，好不好？我真的有点混乱，我根本是粉丝哦，你是始终粉丝是不是？啊、我现在哈超级热，因为现场超级多人，我整个就是变成一个那个。西边真的很好笑，对。西边就是哎，我太近了，是不是？西边就是一个今天没有抱抱到，也没有那个的一个粉丝啊，在这边一直 argue， 国艺会崩溃吧？对。好的，马上要进入我们最后一位甄选幸运的 lucky 的美女了。好了，大家还想继续看？开完照之后，男神还是看我就好。没有，等一下大家全部马上人数马上掉到。要不持续锁定了，好要送上。下次见到我，看我都流汗了。然后呢？我全部满头大汗呢。只要呢准备好，人超级多。谢谢所有的粉丝，大家想要继续看，还是直播就到这了呢？请男神亲一下直播前的我们，这样。还是要请我们的那个大车 Sync 一哥来亲大家。我们大车 Sync 的小鲜肉也很帅，要不要大家看一下？小鲜肉露个脸嘛。大家你看一下我们 Sync 小鲜肉，摄影组小鲜肉，还是要我们不会一样很帅，还是要请我们的小鲜肉亲大家。李冠毅，李冠毅是不是？有。那继续看是不是？好。谢谢。可是刚刚啊，李国毅说现场有几个人，我说不好意思啊，谢谢。80几个、90几个，他说太少了。大家都知道呢，再过2天是谁的生日啊？你自己都觉得好笑吧？对，我自己都觉得好笑。来唱生日，大家要唱生日歌了。
我有今天特别准备了香料蛋糕来帮你庆生，算是庆祝啊，这个就代表呢相当热情的掌声啊，那掌声你看我又跑到最前面了，所以呢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唱生日，我又跑到最前面了，谢谢谢谢，这其实到抱一下我们，先抱我好了，习惯这样子大家帮你庆生哦，对，不会不会，谢谢 Dr. Singh， 非常谢谢让我们在生日之前有办法跟大家，看我又跑到最前面了，我们要大声的来唱出我们的祝福，来祝福呢我们的国艺生日快乐了，好不好？来蛋糕呢，帮我们把蛋糕送上来，好不好？好不好？来，就站在这儿，是不是？我为了我们的粉丝排除万难。预备备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太近了，祝你生日快乐，祝国艺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哇，我们的蛋糕耶，我们今天的蛋糕，今天一边很近哦，可以吗可以吗，对，没问题，因为呢，既然有蛋糕就要许愿，你看我们居边很辛苦，肯定都会成真，那我们看居边，那我们的国艺居边，不然我再照他，希望今我要跑到最前面了，可以继续的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持续的挑战一些没有做过的，不管是戏也好，不管是生活上的种种都好，然后可以保持一个好，等一下我就拿红包给李国义写来抽送我们的粉丝，来，你们会继续支持国义吗？好，接下来第二个愿望，第二个愿望我想要送给Dr. Singh， 因为这是 Dr. Singh 的第一次在信义区的这个一级百货站区插旗，预祝他们有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业绩，然后再来也是要送给我的小柠檬们，大家身体平安健康，然后我们一起变得更好更好更好，好，给我们国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谢谢，我们现场每一位好朋友跟送给我们 Dr. Singh 的，谢谢宇，我就让你放在心里面了，好不好？三秒钟理想愿望的时间，超帅，我排除万难呢，我后面超多人在瞪我。哦，再来，我们再次大声的跟国艺说，生日快乐！耶！切蛋糕，好，我们象征性的切一下蛋糕，好不好？可以，来帮我们切一下蛋糕。一边好，好，我们给镜头呢稍微呢补充一下精彩镜头，这是呢蓝莓口味的。我要蹲下来了，我挡到别人了。可以补充到非常多的维他命 C。哇，这蛋糕看起来太可口了。我现场真的很热。我就为了我们的粉丝，我钻到最前面。其实这里真的超热，因为太多人了。啊，各位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我呢要跟高贵报告一下啦，哦，我们非常感谢呢现场这么多的好朋友们呢莅临到我们现场，但是我们的活动还没有结束，我先呢借用各位的热情的掌声再给我们国艺一下好吗，耶，谢谢我们国艺，那我们稍后会再次回到舞台上头这边来给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那把刀要抽吗，完毕之后是国艺跟大家自拍的时间，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离开了，好不好？好，我们先谢谢国艺，谢谢，下次我要电风扇，等一下喽。国艺呢，在稍后再回来我们的活动现场喽。感谢呢现场的好朋友，现在大家呢都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你看看我后面，我排除多少困难，走到最前面来。很想要把他带走的好朋友，等一下我们所以大家，你看我离有多近呢？我们来现场来了，排除万难。好了，那我们等一下，大家想要那个李国义的红包签名是不是？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抽好不好？我们晚一点好了，现在今天有点混乱。哇，嗨，这是谁？这是谁？怎么那么帅？是谁？好，恭喜你们的朋友，现在呢我们太帅了，我们的非凡钱包是上了媒体的联访，如果你是有采访媒体的采访需求媒体好朋友，现在可以邀请你呢到我们，因为媒体要联访了，所以我又要到旁边去了，但为了我们的粉丝在所不惜，
好啦，那因为我们等一下媒体要联访，所以你们可以写下来你们想要的，然后我会一起告诉我们的男神，好吗？很淘气，对不对？超帅的！我刚刚不小心捕捉到他，就跟我们互动起来。哇，超多人，有没有看到？我很怕，就是我今天应该可以回得了家吧，因为下次就是也是可以再来我们的专柜。我家现场专柜啊，有那个很多很美丽的美咨询师，最专业的来跟大家做一些互动。我希望李国义帮我写考试加油在红包上，看我这么努力的看直播，我等一下来跟他们那个好，等一下我们来雨禾是不是？等一下我们来跟那个我们的李国经纪人争取一下，但是不一定，因为要看他们经纪人的排程。我就是一样用着打不死的精神，好吗？雨珊 ，Hello， 我真的是热到，你看我整个都流汗流成这样，就为了要钻到最前面去，哎，是不是？所以下次我直播可以多一点人看吗？不要只看男神嘛，给我们一点鼓励嘛，好不好？好啦，那我们今天直播先到这边。红包袋也要红包签名，大家都要红包签名，到时候我来签名的红包。等一下我们去社团，不然我们到社团，我来问一下可不可以前十个，等一下留言到社团前十个否你的名字，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耶，如果不行就我可能会被那个，等一下赶快先去社团，去社团写名字，我等一下会发一篇文，如果我们前十个就是前十名，就因为不能写太多，他现场我就是以前十名然后给你们，好不好？你先的雨禾是不是？然后写名字，就等一下我先确认一下我可不可以，因为我不确定，我现在随便乱讲的，他们最不喜欢让我直播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每次直播，我每次直播都不按牌理出牌，非常脱序。那等一下我社团好不好？我社团那个现场有我们的粉丝哎，现在有粉丝哎，我终于有粉丝了。你们都会来现场看谁？李国义。哇，好的，我好啦，那我们今天到这边，然后到我社团发文，然后前十名，我们看可不可以写那个红包，这样好不好？到这边。啊，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喽。啊，我真的流汗流的全身都是汗，谢谢大家喽，拜拜，谢谢大家陪伴我们，谢谢，拜拜，拜拜。